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工程已经完成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，市府在十月份举办了海客文化艺术季相关的活动，结合新屋观音等客庄观光鱼市来推动小旅行以及 DIY 等活动。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位于永安渔港北岸，特殊的海螺造型建筑外观将客家捕鱼精神转化为声音地景艺术，目前已经完成新建，师傅也说明在十月份会举办相关的开馆活动。在十月底就有小型的活动，十一月我们有这个安排一个海客艺术季的大型活动。那因为这个市长也很关心我们永安海螺的开馆时间，所以市长会在11月11号来做视察。我其实里面策展全部好了，我们只等一个委外的这个厂商，就是咖啡厅，来经营哈，我们就正式来开馆营运。结合新屋观音等滨海客庄以及观光鱼市社区资源，举办渔村小旅行以及 DIY 体验活动，也会有相关儿童剧场的展演，让民众认识多元海客文化。我们旁边很多的客家讲海路的客家人，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食富，所谓的这个海边的一些垃圾，什么塑胶环境都特别的重视，所以我们海螺馆在开幕的时候，我们有跟中央大学做一个这个大型的一个策展，里面会呈现我们海边这些社区发展协会，我们客庄对于海边怎么样防这个海水做食腐，或者是怎样把海边的垃圾能够清除，拿来再利用，做成颗粒塑胶颗粒，拿来做成图画，手做一些图画。市府说明，预计在2022年会同步开放场馆租借以及活动使用，也会积极与在地居民共同讨论，让大家体验不同的海客文化。桃园市新闻林瑞峰新屋采访报道。